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屏东须鲤，又名屏东马口鱼，为浮鳍鱼纲鲤形目的一种鱼类。本鱼体侧扁，具一对细小红色短触须，体背圆鳞，侧线完全，尾鳍呈叉形，体背呈灰黑色，体侧面为银白色，体中轴线具有以宽大而完整的深黑色纵带。成熟雄鱼吻部有极明显而呈尖锥状之锥星，头部下侧及胸鳍均呈鲜红色。雌鱼的体色较淡，体长可达 11.4 公分，喜爱在浅滩或水流缓慢区活动，性贪食，属杂食性，以藻类及底栖甲壳类等为食，分布于台湾，具有肉质细嫩、入口即化等特点，是一种难得的美味。